对，那个摸胸的戏是。那那场你有做什么保护措施，还是直接来？直接给他抓？你的防护措施是垫垫的报警，垫多一点。哦，没有没有哎，安高贵，安高贵，没有没有，是真正的。可是比起这个，在那个环境更可怕。对啊，其实他摸我什么的，我都觉得没关系，只要摸一摸就是这一场。然后那一场戏。你们不是又乐队的吗？就在那边吹奏乐器，然后就觉得哇，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吹奏乐器？妹妹跟花花本来有要去探班，他们说好的。但后来因为我学校哦，我那天有事情。你们是不想真的真的，我那天突然有事情。你们明明就在前一天告诉我你们会来。我是有去过宜兰那个渭水之丘，去那边看夜景，超漂亮。可是那个旁边是。不是蒙阿伯，是夜总会，就是夜总会，但它是就是有比较有建设装潢的。你是跟谁约会啊？没有，我跟高中的好朋友。谁约会啊？男生，是男生。不是跟男生约会，跟好跟我的兄弟，跟我的兄弟们。那你们第一次对于那个谈恋爱好了，就是说真的是跟女生。我幼稚园的时候有不小心亲个女生，我那时候妈妈帮我涂护唇膏，然后我吃我觉得甜甜的，然后我就给那个女生说，那你要不要吃这样子？然后她也擦一擦，然后她说你要甜甜的，然后我说那我吃吃看，我这样吃。好坏耶，天真哦，好像是，所以我就说这学起来。有吗？有人这样子吗？你要讲啊！你不要护唇膏被我用完了，换你口红是不是？对啊，第一次，吻戏是跟他的。那现实生活。你不要说，啊！我想到了，是跟我妹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跟阿嬷一起看八点档，然后就是会看到那些情节，然后我就小时候因为我跟我妹感情比较好，然后小时候可能家里也在忙，然后我就是没东西玩，我就扮家家酒。也是小时候，就是青梅竹马，就是一起在，就是我那时候就很喜欢在窗户旁边跳舞。然后呢，我就会躲在窗帘里面。你刚刚说到什么？对，我们在聊我们自己也是，因为他刚才说青梅竹马，对，然后他要说梅竹马是。有吧？这个有吧？他说你亲的对象是谁？哦，我青梅竹马，得分吧。有点后劲。噔噔。